在今年的医疗解决方案中，我们提供两个 solution。 那第一个是针对静态的部分，那主要是用在一般 X 光摄影的人体医疗诊断。我们提供了三个尺寸，那有10x12、14x17跟17x17。14x17今年我们有得到今年的创新奖。那主要的特色是，我们这个是用更小的像素尺寸，然后提供更高的解析度。那在动态的部分，它主要是用在血管摄影以及手术中的检查，也可以用在工业用的检测。这个 Cevia 的1212今年也有得到前瞻显示大赏。